规划相关的替代道路，让汽机车可以通行。公路局跟相关分局大家来根据它的是天灾或者是相关的问题来做国赔的这个程序。进一步检查，有发现他腹腔内有出血，有一个很大的血肿，所以昨天有安排紧急手术，一直到今天的凌晨手术才结束。他目前大概会先在加护病房观察